对，网上这瓶我看才300块钱，你那咋2000多呀？咋可能？它东西不一样。怎么能呢？我看这牌子跟你那牌都一个，都一个。你爱去哪儿换去哪儿换去吧。不是，一模一样的东西，店里呢能比网上贵好几倍。300块的大瓶呢，我给买回来了啊，口气非常大。四 S 店专供，而且我看网上呢也都是好评，咱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好不好使，现在就给装上去，看这300块钱花的值不值。装瓶啊也特别简单，先拆仪表这个边儿，一抠就掉了，然后把收音机这个边儿使劲一抠，也就拆掉了。然后呢，拔掉这几个插头，这收音机啊就拆下来了。下面装瓶啊就更简单了，里面呢一股电源线，这个黑的往这一插，往里一怼。新手用的，这个是 GPS 定位，给它拧上去。然后呢，再把这几个插头给插进去。放心插，插错了根本插不进去。白的对白的，这个灰色插头接这个灰的。OK， 这就可以了，别的根本不用。然后呢，这个大屏上、啊、没有螺丝，都是这个卡子，往上直接一怼就行了，一拍，完美，非常的贴合。现在呢，四模开机，看看这300块钱花的值不值。哎，一下就出来了，试试音效，有音乐啊，音效，非常的清澈。看里面都有什么功能啊？这地图还挺丝滑的，我天哪！视频，浏览器能上网，还有电视，能刷视频看电影。试试它这个快不快啊？来来看看看看，是不是挺高清的还？不错不错不错，然后呢，我们试试他这智能语音看快不快啊？叫啥名？您好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还没有名字，你可以喊小月小月来唤醒我。看这反应，来了啊，小月小月。在呢。导航到附近的加油站。我到8个加油站，你要去哪一个？第一个。好的。开始吧。这瓶你觉得怎么样？才花了300块钱，下期告诉大家怎么装倒车影像，自己弄又快又省钱。我是聪哥，关注我，里面还有1000个汽车知识。聪哥，你的头发已经湿了，太打脸了。哪个太扎？哦，这个太扎了。对，这边那、这个，你把这个是这边。我笑话吗？没事没事，刚吃完饭没咽没咽下去。谢谢谢谢，太感谢了，遇到专业的人了。遇到特别善良的人。先松一下这个人，就是每次换胎都一样，你得先松一下，不然拿手支上的话根本就拧不掉的。没想到一下子胎就一点气都没有了。那您先照顾小孩，我帮您换。没事。他们在车上吗？在。要不老人孩子。哦，那不行，就换胎了太危险了，要不您先坐上我们那个车。对。哦，就是让老人孩子下去。对，因为会支起来比较危险。哦，好。慢点，那个阿姨，您先坐我们车上，您先待会儿，因为会把这个轮胎支起来，比较危险。我用两万他待会儿。不，您等，您以后看您在这个车上坐会儿，您在这个车上坐。没事。那个阿姨，您先坐去吗？稍微待会儿吧，没事。待一会儿。这，还上人车是吧？谢谢叔叔阿姨了没有？谢谢阿姨，看这个漂亮阿姨。没事。谢谢阿姨。谢谢阿姨。哎呀，不客气，是吗？没事，来，您先坐那个车吧。您进那个车上后面稍微待会儿。车坐一下。OK， 咱继续。聪哥修活。底下是有个横梁，是吧？对，横梁，然后卡住一横梁，这块支住横梁。对，您不用爬，没事，我来就行了。谢谢。您是应该是那个没气儿之后往前走来着。估计可能刚才是走了一段。注意。出现这种。裂纹，特别是胎壁这些，就该换了。如果上面这有裂纹还能跑，但是这儿有滑进去比较麻烦。这要先拆掉。哦，不用，得拿这个铲，刚才不是踩了一脚吗？不踩的话松不掉了，现在能松掉。你说这事儿，看着做的容易，自己一来的话，就是人家说的，一看就会。其实没那么难，就是把车支起来之后，然后先就是第一步是先把那个用脚。把这个螺丝松一遍，先松一遍。对，先踩上之后，然后把它松掉，然后把这个肩顶支起来，支的时候对准位置就好。然后这个就比较紧了，这里您好像没换过，您最近靠边点好吧？这个太紧了。大力出击。
了。我来了。别在车前面，这边了，别在车前面，那完着了。你说的容易，真的我们玩的很紧，百分百力气了，好来。这纹丝不动啊，这个这力气不动，肯定。哎，不是，那估计可能不太受力。聪哥，你的头发已经湿了，太打脸了。要不然你们先别弄了吧，你们先歇会儿吧。或者你们要是看你们要是有事儿的话，你们先走，没事儿。没事，我们就在这儿，啊。那怎么着姐，现在就两种方法，一种是就是你等人过来，他拿着工具过来砸开，要么就是您打那个就保险救援电话或者四 S 店救援电话也好。我那个来人了，来人是吧？对，我实在是抱歉，因为没有，我知道是汉子，你可别这么说。我知道是有点秀，但是没想到秀这么死。嗯，忙活一场，真的。你可别这么说，这真是已经是帮了大忙的大忙了。那我们就先忙了。好，实在不好意思，然后劲儿太小了，砸不动，实在是砸不动。千万别这么说，太感谢了，太感谢了。真是太感谢了。您那个让老人小孩或者先上我们这儿稍微暖和一会儿，然后那个什么外面太冷。好，谢谢。好，那我们先去了哈，拜拜，拜拜。那个，哎，那个刚才人都没看到。对，我没看到人，您不先在我们车上先歇一会儿。嗯，好。好，挂掉吧，翻车了。我是聪哥，关注我。千可气的日子，但今天没顶上，就是太小了，这汗太死了，尴尬。你怎么把车停这儿啊？这也不是停车地儿啊。孩子生病发烧了，我上去给送个药。刚才那又没有车位，不停一会儿吗？要不这样，你先打电话问一下，看换得多少钱，不然先把事解决了嘛。行吧，不然也没法开。有电话吗？有，我经常在那保养呢。那一共多少钱？1500。快，网上能单独换镜面，直接买一个镜面自己换上就行了。行，我看看啊。先选的那个筛选一下，看到吗？筛选，对，选择发货地，选择咱自己的城市。那他不也得发货吗？选自己城市，咱到时候给他去他地儿拿就行。我之前就是这么干的。有货吗，哥？哦，这个，是在加热的那个是吧？是。哦，行，好，谢谢。好。买回来这个换就特别简单。然后呢，先把这个机械钥匙给它取出来，然后从这个镜片底下轻轻的一撬，因为镜片这碎了嘛，随便撬就行了。哦，这就是那个镜片加热是吧？对，这一板就下来了。哦，新镜片，先把加热丝给它插上去。就是怎么拆了怎么装就行了呗，那肯定的，简单的很。然后呢，把这个底座对准这儿，底座对准这儿啊，它是卡上去了是吧？对啊，你不用，来，听到嘎巴一声响 ，OK， 这就换好了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其实呢，咱们车上啊，不光这个后镜能自己换，其他东西啊都能自己换。来，我再教你几个，钥匙没电了，开不了门，咱们呢只需要顺着钥匙的缝隙，轻轻的一滑，对吧？这么一抠。就能看到里面这个纽扣电池，这个纽扣电池啊，附近的超市都有卖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新电池往里一怼，盖儿一扣，这车门啊就能打开了。怎么样，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最后呢，就是雨刮器了，这个也非常简单。我给你拿个新的，咱们呢只需要按住这个小黑按钮，哎，往上轻轻一拔，这旧雨刮片就取下来了。然后把新的雨刮片直接往里一插，这就换好了，把这个条给取下来。这些东西自己动手，又快又省钱。我是聪哥，关注我，这边还有1000个汽车知识。